处有月光，有官兵朔风靠倚环。怕时是风起一旦垂发，似那玉笑声半掩我影下。扮作仙翁藏含弄玉取笑，天空鸟雀铺满家。人话我有仙根，我注定今生会会见神仙噶。咁就系啦，有缘至嚟得到呢书噶。缘啊，乜神仙都有姻缘嗰个缘字嘅咩？咁、啊、我问下你啦，华山主。开讲话有王必有凤，有凤必有王。咁你估你哋天上啲神仙，会唔会有时要揾啲仙姑嚟慰解嘅呢？吓、啊！乜你咁样问我噶？神仙咧绝不谈男欢女爱嘅，所谓有情必有债，痛苦就永无涯嘅。我话你咁讲法真系不打自招啦。吓、啊！神仙都会带姻缘界咩？仙客无情，你望望猜。咁你又话无爱不成缘，有情必有债。信口开河莫介怀。咁你缘何不跳出青莲界？世上何如世外界？人间有段相思债，等待神仙去结和下。咁究竟神仙指点你凡人呢，抑或你凡人指点神仙呢？点都得。小姑娘，你唔扯就我扯啦，我要腾云驾雾噶。哎呀，唔好啦，华山主，咁我扯佢啦。
我扯啦。小姑娘，啊，冇嘢啦，你都系扯啦。咁我真系扯噶啦。等一阵，做咩啫？冇，我想点醒下你啫。其实我都醒咗好耐噶啦，我话你未曾醒啫，真。你估呢啲叫做咩呀？呢啲就系叫做粉丝我的粉啊，我把伤心啊，你的伤啊，那样叫做甜，花菜不爱吃咖喱丁，两心痛会伤心啊，吓我虽是爱慕你相貌似花美艺，更未敢奢赠，先加醉吧，醉吧便天啊，烟我抱花于怀，而对跟你胸怀抱啊，食的是笑啊，来或有分五假，华山住深宫已将已将结合埋，砌弄奴的西门和下，望中了相思债，我未忍便离华，趁此日落同归别我。哎呀，啊，母出惊，父一惊慌状态，我休息休息现在，忧聚啊罗网，我应自戒，因甚作惊慌态，作惊慌态，在现代都比你行。是秦国公主，你会惊惶失措嘅啫。我怕。吓、啊？我怕咩啊？怕吓？怕先凭两格啫。你唔扯唔得嘅公主，你不别还须别，此际你莫投怀。我摘一朵金花送给你头上戴，接一支银树插在你襟怀，我仲有碧玉箫呢望你上跪戴，多谢你。望你扯除烟雾啊，快快别先牙、此处不留人，我惊要犯了瑶台十家。俾你累死嘅咧！哎呀，咁我扯啦，我扯啦，我都唔忍你破业台十戒嘅。不过我总希望后会有期，能够续我哋未了之缘噶。华山主，咁我哋后会何期啫？后会何期？嗯，你答复我啦。若果你唔答复我，我就唔扯噶啦。公主。啊？如果我同你有缘的说话，你在三月十五在华山寺会希望见到我的。三月十五华山寺，哎呀，唔怪得知人哋话神仙真系能够知道过去未来噶啦。华山主，乜你连
我三月十五要去护华山寺之样，你都知道咩？咁我真系乜嘢都唔使同你讲咯。嗱，我扯啦。哦，我扯啦吓。